现在为老师们说明如何进入线上研讨的连结。首先，您进到 OneNote 的研习群组中，您找到这个研习的连结，开启之后，网页会提醒您，您是否要启用 Skype 这个应用程式。如果您电脑有安装，可以直接启用；如果没有安装，直接按什么也不做，直接在我们的网页上直接使用就可以。那首先呢，您按下这个 Join Conversation， 输入您的名字，按下 Join，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研讨中。那您进入之后，可以选择在下面这边输入您的问题，按下这里送出，这样就看到了。如果您是语音的部分也是可以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会要求您安装一个 plugin。好，按下新增扩充功能。好，它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，您就可以把它安装起来。那您现在呢，就可以选择按 call， 就可以使用语音的方式来参加研讨。